像看一个全 locking 的一个 superstar team MVP team， 太棒了！这如果能让台下还有韩语、夜莺一起在台上，他们10个人来跳这段 locking 起舞，我觉得就是炸了，最强阵容了，炸了！哇塞！就是一博队长刚才说，听到第一首歌的时候，大家只要学过 locking 都会跳这歌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韩语夜莺是有这样的感觉吗？对，夜莺是他们的经典之作，但是这一次又加入了很多新的东西，包括是新的 routine， 很多新的 idea 在里面，拿个包过去，哇，这个东西太帅了，就帅爆了呀！然后就真的很想跳，我根本熬不住。你别着急，你把电话筒给韩宇。哎，对，韩宇什么感觉？没有，我就说，哥四位。 咱圆梦了，值了，够了。你们俩还没有圆，其实如果可以的话，现在也就够够够够。来来来来，因为这样的阵容，我估计真的是太难得了。哦。哎，夜莺的衣服也很像啊。Six step开始吧。对。啊。Six step。哎呀呀。哦。对，真的都是。 顶尖的 locker 一讲一下就大概就能排出一个舞了啊呀 ，OK 吗？直接就 OK 了吗？哇，怎么可能？哎，阿龙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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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又看了一个新的作品啊！是的。当我听到这首很经典的音乐，就已经啊特别的兴奋，特别激动了。然后万万没有想到是，我和韩宇竟然被 Q 上台了。哇！呜呼！就那一刻的心情真的是无比激动，因为这是我梦想的战队呀！当跟大家一块做We Show Way的时候，整个现场沸腾了。今天玩了这么一下，我觉得全世界的拉克都会羡慕我们，都会羡慕我们的，真的。好，那你俩走吧，啊。